队长，二舅舅，小舅舅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当然是送你去上班啊。我怕你爸那个江州首富又把你留在家里当大小姐。你必须上满一个月的班，要不然我们可不答应把姐姐的遗产交给你啊。嗯，放心吧，我男朋友在那家公司，别说一个月了，就算让我上到天荒地老，我也绝对不会当逃兵的。浅浅啊，这事情可能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。老二，给他看看。什么？不要！说，照片是你们 P 的，还是真的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是的。借有外人插手，莫便在屋中生事。下。这次喝完酒，他又把自己当成贼了。快查查。赤练仙子李莫愁啊！昨天晚上表现得不错，今晚你要是还能再让我满意，除了每个月的工资以外，我再额外给你5万零花钱。外面都是人，还好吧？有人才更自私。知可笑，陆浅浅，不要再闹！我今天实话告诉你，我身边这位，深深乃是江都首富陆天生的外甥女，只要她放话出去，整个江都，你别想找到任何工作。陆浅浅的外甥女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开得起这么大一家公司？陆浅浅，你就认清现实吧，我跟你在一起根本没有未来，你也给不到我想要的。你看我家深深，一个月能给我5万的零花钱。5万，这一年你累死累活也攒不了这么多钱吧？一个月5万就把你卖了，老帅，你吃软饭都吃得如此理直气壮，我真是当初再累死累活你。自从你爸成了这江都首富，外面乱办奇迹的人多了，你不要理他们就是了。这样啊，我知道了。第一天上班是不是受了委屈啊？去告诉爸，爸替你出气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要是受了委屈，这个破班啊咱们就别上了。你每个月100万的零花钱要是不够花，爸爸就给你涨到300万。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行行行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不能喝酒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王帅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咱俩都分手了，你分走我那东西需要你马上搬出去。我家深深啊，不想看到我和女人有任何瓜葛，所以怎么凭什么是我搬出去？租金我还出了一半。那房子的租金就要8000，一个月5000的人拿什么租？其实呢，我根本不用付房租，因为那是我的房子。陆浅浅，你还真是穷疯了，那丽景上层那么高档住宅，一平米就要3万，
你呀、也配住得起这么高贵的房子？本来呢，我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交往，换来的却是你给我戴绿帽子。算了，我不装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就是豪门千金。可笑，就你算哪门子豪门千金？宝贝儿，你来了。陆浅浅啊，把你那个自尊心给收起来，在深深面前，你装什么逼？学校里谁不知道你陆浅浅就是一个普通人？好像周末还要发传单挣生活费吧？一辈子也买不起江都的房子。啊，是吗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哪来的房子？你看清楚了，你住的那套所谓的高档住宅，只是我众多房子里面最普通的一套。看到了吗？这绝对是假的。他，陆浅浅，你挺虚荣啊，办这么多假证，吓唬谁呢？对对对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我没心情跟你辩论这些，你马上就会收到房东的通知。喂，伯伯，马上让那个丽景上城十八栋的住户让他收拾东西滚蛋，我不租了。陆浅浅，你演的还挺像啊。嗯，伯伯，让他赶马上搬走，滚蛋！你要是能让房东把我赶出去，我给你磕个头。喂，什么？这房子是真是你的？当初你刚毕业，连押一付三的房租都租不起，我看你可怜才把那套房子租给你，还给你打了五折，不然你以为以八千的价格能租起市中心的大房子？现在磕头吧。陆浅浅，你别太过分，区区一套房子而已，只要王帅伺候好我，我给他买一套就是了。对对对，陆浅浅，这套房子是你父母给你买的吧？恐怕还是贷款，要贵是比我家深深贵。你算个屁啊。哎，起来，走，姐姐啊，领你买房子去，拜拜。真是臭不要脸，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他？舅舅，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？你们可真是我的好舅舅，从小就一直给我抢棒棒糖，说什么小孩子吃糖不好。可是你们那个时候就比我大几岁，长大了还冻结我的银行卡，说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。现在你们又逼迫我上这么恶心的班，还必须得上满一个月，说什么在恶劣环境下培养生存能力。哎呀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想想你们的遗产。遗产我不要了，反正这破班我是一天都不想上。难道你真想遗产落到你爸手里啊？我们最新得到的证据显示，你妈妈的死很有可能跟你爸没有关，那个李深深也很有可能就是你爸的死尸。什么？我们会进一步搜索证据，确认事实，希望真相不像我们想的那样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还必须得在公司待下去了。你待在公司可以啊，但是记住，千万不能职场应酬，别喝酒啊。这还用你说呀？我当然知道。走啦。宝贝儿啊，咱们要不把那个陆浅浅开除了吧？不想在公司看见他。你懂什么？开除他只是一时痛快，相反，把他留在公司，我们作为他的领导才能随时随地折磨他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对，今天晚上要招待刘总，他可是个老色鬼，你去通知浅浅应酬去。你真坏。陆浅浅，今天晚上得加班，有个局也得去。有个局应酬是吧？那这算是加班，加班费多少？给你200。行，公司规定请假扣150，那加班费200，我不去应酬，两相抵扣，还剩50块钱，你记得直接打到我卡里就行。陆浅浅，这是李总的指示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李总，李深深？没错。行，那我去。记得换身衣服，你穿的跟土包子一样，不然到时候人家以为我们公司啊都是从乡下来的。你懂个
个屁！这身衣服你一年的工资都买不起。李总啊，你们公司新招的员工质量挺高啊。没有质量哪敢出现在您的面前啊。来，刘总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咱们喝酒的时间不有的是吗？不如让这新来的小美女陪我喝两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喝。李总啊，你家的员工是不是没调教好啊？啊，陆浅浅能陪刘总喝酒是你的荣幸，还不赶紧敬刘总一个。老板都放话了，赶紧的。看来你对有些事情还不太清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喝了这杯酒，让你加深一下印象。不好，陆浅浅要发疯了。试试开跑。这陆浅浅沾了酒就被发疯，他跟想象力影视剧里的人对周围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。胡说八道，天下哪有那么离谱的事情？有，绝对有，我亲眼经历过。完了，别把自己想象没招疯了，要练成一百五掌。小子，去死吧！一起上吧！不好，他又要变身了！痛！妖魔邪徒，我要灭之绝之，概不留情！如此，方不负我灭绝之名！他又把自己当成灭绝师太了！啊！救我！快救我呀！不是你！救我！还有痛苦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们都成为倚天剑下的亡魂吧。只要让他觉醒就好了。真是疯子！李总，这就是你谈生意的态度吗？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今天的事咱们没完。刘总，您消消气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他给我抓住！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抓着我干嘛？陆浅浅，你现在开始给我装糊涂了是吧？你看看刘总手上这伤，告诉你，你完蛋了。我早跟你们说过，别让我喝酒，是你逼我的。别找借口。刘总，这丫头怎么处置，交给你。哼，你这个小丫头啊，你刚才挺野呀、啊！巧了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小野猫。你是想干什么？你看我这手啊啊！今天你要是不让老子爽到位，我他妈就弄死你！你们几个去把门给我看好了，千万别打扰刘总的雅兴。我说你信不信你妈呀？陆浅浅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跟我一样的东西也敢欺负我外甥女！没事吧，浅浅？还没事，手腕都红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头发还给他们弄掉了。你们真是好大的狗胆呐！啊！他这几个舅舅什么来的？他这三个舅舅，一个是跑船的，他一个是种田的，另外是一个从军的。不过现在都是平头老百姓，没什么东西。原来如此。我看狗胆包天的是你们吧，七个泥腿子也敢来这撒野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刘总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知道他谁吗？他可是天启集团的刘总。天启集团？没错，老子就是天启集团的刘总。在这江城中还没有人敢打老子的。欺负我外甥女，今天我就算把你打死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陆浅浅，你这几个舅舅还真是会吹牛啊！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就只知道动手而已。现在的社会要讲势，讲财力，还要讲权力。甭管这三个条件，刘总想要掐死我，就是掐死一只蚂蚁而已。好啊，那你倒是不一样。妈，这帮狗东西还他妈挺横啊！我这就……你们是？他们就是他的舅舅。
是啊，不过你别担心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跑船的。跑船的，他可是大夏航运集团的总裁。这个就是一个耕田的，大夏第一良品，掌控着整个国民口粮。那这个就更不值一提了，当了几年小兵而已，现在只是一个游民。北境最年轻的少帅，这三个人竟然都是他救的。完了完了，我死定了。陆浅浅，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玩告家长这一套啊？关键还是高富赢啊！现在你们只要给刘总磕头，把刘总伺候好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们留个情。王帅，我当初怎么瞎了眼才看上你这种垃圾？陆浅浅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刘总，他这是不给你面子。是啊，刘总，他这是在打您的脸呢。这样，你给我闭嘴！刘总，刘总。刘能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哎呦，太多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，我不是。刘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是，他们就是农民而已啊！我他妈都被你们害惨了！他们三个可都是大人物，我就是个跑船的啊。没错，我是耿天嘞，我就是个刚退下的无业游民，受不起刘总的道歉。我们还是聊聊我外甥女的事吧。浅浅，刘总，我闪啊！说啊！不说！哎呦！小姑奶奶，我自己来吧！不，别伤了您的手啊！陆浅浅，你早就跟你说了，我是豪门千金，可瞎了狗眼的东西，吃软饭都找不准对象。谁还没几个财主舅舅啊？跟神明舅舅似的。对，深深的舅舅可是江都的首富，区区几个土包子，你敢跟江都首富叫吧？江都首富，好，那你现在把你那个江都首富的舅舅叫过来。叫就叫，浅浅，这事咱不能忍，给咱舅舅叫过来。你不会是不敢了吧？谁不敢了？叫就叫！喂，舅舅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来帮我！我舅舅马上就来了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好啊，那就等你一会儿。爸，你不会真的跟他有关系吗？浅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闷。哎，浅浅。浅浅，你要什么不开心跟舅舅说啊，什么要求舅舅都能满足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。是啊，这个酒啊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浅浅，我这张卡里可有一个亿哦，你想买点啥买点啥啊。够了，不亲你就好了。你听你的，经理，我把我亲家给我们家小公主去购物。哎呀，二舅，装腔作势。刘总，别删了，我舅舅马上就来了，到时候一定让这个小贱好好陪你。没错没错，陆首富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的。不要了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的，我这小门小户的可经历不起你们的恩怨的。你就当我是个屁，你给我放了吧。滚！好了好了，我接着滚。刘总，陆浅浅，害我丢了一个大客户，我们不账又多了一笔。好啊，等你那个所谓的舅舅来了，我们来个账。谁要算账啊？是谁要跟我女儿算账的？站住！妈，怎么是你来了？舅舅呢？你舅舅是李万基，怎么会因为这一点小事情？我来就行了。就是你这个小浪蹄子欺负我女儿是吧？哎呦，不是说来了个江都首富吗？我可没听说过江都首富是个女的呀。一个小贱人还用不着我哥出手。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。一看就是一群没有素质的女儿，遇到这种人不用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叫人打了他们脖子就行。好啊，你叫来看看。小舅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是陆首富的亲戚。你说什么？就你们这素质，连我家的我是说连陆首富的大门都进不去，怎么可能会是他家的亲戚啊？小贱人，说这没素质，信不信你撕烂你的嘴。陆浅浅，当着阿姨的面你还敢嚣张？他可是陆首富的亲戚，只要他一发话，你们这一家子嘣全都得破产，然后上街要饭。没错，知不知道首富妹妹的含金量啊？
别看你这些舅舅人五人六的，还把刘总给吓跑了。在我舅舅面前，什么都不是，还在这装呢。行，我今天呢，就让你心服口服。爸，马上来云顶餐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妹妹和你的外甥女。别走，你的首富舅舅马上就到了。听你这么说，陆首富是你爸爸呀？那这么说，我岂不是瞎了眼，白白浪费了成为首富女婿的机会啊？嗯，不错啊。陆浅浅啊，陆浅浅啊，你是不是因为被我甩了，脑子都没正了，现在说话都没有逻辑了？陆浅浅，你是不是羡慕我羡慕的要死啊？所以给自己编了这么一个身份？我告诉你，有病就去医院，别拖。等一下，你叫陆浅浅，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走，我们先回去。别着急走啊，大家认识一下，陆总马上就到了呀。那个，误会误会，我突然想到我还有急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快走。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样好像我们很心虚一样。哎，深深，这伯母只是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陆浅浅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别耽误伯母的正事。你还敢打我？黄帅，你不仅眼瞎，脑子也不太聪明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都是假的。你说谁是假的？这小贱人。妈，你干嘛呀？别拉我，我今天一定要让这个小贱人知道什么是尊卑贵贱。江苏首富陆总到。舅舅，这里这里。哈哈，你们看到了没？陆总来了，他就是深深的舅舅。陆浅浅，我舅舅都来了，你现在立刻给我道歉，再让你的三个乡巴佬舅舅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就放过你。让我们跪下认错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，我舅舅都来了，你们还嘴硬？舅舅，你快过来，他们三个欺负我。怎么会？李深深都亲眼见到我爸了，怎么还这么有底气？难道我爸真的是他亲舅舅吗？舅舅，你终于来了，就是那三个乡巴佬，他们欺负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们。舅舅，别乱叫，谁是你舅舅？浅浅呐，出什么事了？哟，三位舅哥也在呢。哎呦，我的小公主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还拉着个脸子，是不是今天第一天上班不开心呢？小公主，难道说……来，你告诉我他们是谁？不认识，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啊？那你再告诉他们我是谁？你当然是我的宝贝女儿了。真的是陆首富的女儿，现在知道自己眼睛有多瞎了吧？我竟然放弃了陆首富的女儿，放弃了我成为陆家成龙快婿的机会。都怪你，你骗了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陆首富的外甥女。你放屁，陆首富亲口承认的，难道你说这个陆首富是假的吗？这事情确实不对劲儿。陆天生，哎，大舅哥，我记得你是个独生子，哪来的这妹妹和外甥女儿啊？啊，对呀，我是独生子，哪来的妹妹和外甥女儿啊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你们好大胆子，竟敢冒充我的亲人，你们是不怕死吗？舅舅，你怎么突然？闭嘴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冒充我的妹妹，还敢欺负我唯一的女儿？对不起啊，陆总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虚荣，是我无耻。我本来就是想借着您的名头让我女儿过得好一点，这跟我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女儿啊，妈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妈都是骗你的，陆首富跟咱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根本不是你舅舅。不，他明明就是。我妈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妈只是想骗骗你，谁知道你真当真了？我爸拿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们这对母女竟敢打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，我要亲自送你去治安所。来，浅浅呢，你看这都是误会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来，给爸笑一个。哎呀，讨厌我爸，你要是早点来我不就没事了吗？是是是，都是爸的错，爸爸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到账。我的小公主，别生气了，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爸爸已经安排好了，要给你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。嗯，谢谢爸爸。哎，对了，三位大舅哥到时候也要来啊，咱们可好久没有聚了。
那是当然，到时候千钱也该继承我姐的遗产了。孩子他妈，哎呀，老爸你别伤心了，要不我陪你喝一杯。别，我还有事，我还要压着他们去治安所，竟敢败坏我陆某人的名声，真是吃了雄心豹胆。走走。姐姐，你爸心虚。事情距离我们推测的越来越近。就回去再说。什么？他不是我舅舅，而是我爸。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瞒着我啊？因为我们的关系还不能放在台面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妈当年是我的初恋，我是你妈的初恋，我们彼此相爱生下了你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分开，我就娶了陆浅浅的母亲，我一步一步当上了这江都首富。说得轻巧，还不是抛弃弃女。好了珊珊，你也别怪你爸，是我同意的。什么？陆浅浅的三个舅舅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陈家可是大富之家，要是没有他们家，哪有我今天的富贵。你从小到大就没缺过钱，这钱都是你爸偷偷给你的，他一直没忘掉我们母女。可你为什么要帮那个陆浅浅啊？你都已经是首富了，就不能接我们回去吗？时机还没有到，我这首富虚得很，集团大部分的股份都在陆浅浅他妈那里，这笔遗产得等到陆浅浅25岁以后才能过户到他的名下。过户到他的名下，那他岂不是又成了真正的首富了？妈，我不要一辈子被他踩在脚下。好了珊珊，放心吧，陆浅浅获得到遗产不要紧，只要他死了，那些遗产都是你爸的。你们要？我和你妈布局布了整整25年，再过2天就是彻底收网的时候。难道说当年陆浅浅母亲的死也是这个东西又要该用上的。这可是老爸我给你过的最后一次生日宴了，当然要隆重一些了。隆重一些了？今天就满25岁的生日了，可以嫁人了。以后你的生日啊，老爸就不管了，由你的未来老公帮你过了。爸，人家才不嫁人呢，男人都没一个好。你看你这句话，连老爸都给骂了。你出来吧。各位，请安静一下啊。今天是小女陆浅浅25岁的生日，非常感谢大家光临。10年前，浅浅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，我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，转眼间她就成了能嫁人的大姑娘了。见笑了，见笑了。我相信你母亲看见你现在的样子，也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今天是你25岁的生日，他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是你母亲给你留下的遗产，是陈氏集团51%的股份，签字吧。陈氏集团，那可是大夏第一的陈氏集团啊，包括大夏第一航海、第一粮商，还有医疗、房产、金融为一体的陈氏集团。这笔遗产得价值多少啊？超过万亿？不止，起码再加个零。钱吧，我不接。舅舅，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怀疑我爸？你们刚才不都看见了吗？就是因为看见了，才更加的怀疑。那个李珊珊显然是见过陆天生的，但是因为他妈反应比较快，把锅全背了下来。但越是这样，越是值得怀疑。没错，大姐当年身体那么好，却突发疾病，这一切都透着蹊跷。哎呀，舅舅，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爸爸，但是你们这样无端端的怀疑，我不高兴。还是小心为上。那好吧，走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我不是人，我不该背叛你，我瞎了眼。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
给你机会，你也配？倩倩，我们可是彼此的初恋，我也只是一时糊涂。你都看来这么多年感情都不配，再原谅我一次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只对付倩倩一心一意，恶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你对我一心一意，我看是对钱一心一意吧。好，我给你机会。真的？是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也说了的呀，只要你陪我喝上一场酒，给本小姐喝舒服了。浅浅，慢点。浅浅，不要。算了，浅浅既然这么不开心，就让她发泄一下吧。我们先出去。我身边陪君子，干了。这又是谁啊？我想一想，天龙八部，马夫人。没有为什么，我的钱都够花了，而且现在其中里面有舅舅们的不少股份，我不要，我真的不想要。不是，这个是你母亲的一片心意呀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想要。现在陈氏集团的业务都是舅舅们在运营，他们运营得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为什么要跟舅舅们争呢？这不是钱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反正我不要，一切照旧放在那就行了。哼哼，这样的话我每天就可以去舅舅们那里蹭吃蹭喝，他们要是敢虐待我，我就威胁他们。陆小姐真是视金钱为粪土啊。是啊是啊，陆小姐真是大气。陆总叫你有方啊。该死的陆浅浅，那可是几十亿的财富，装什么大。嘘，别冲动，你爸肯定有办法。舅舅们呢？我过生日，他们竟然敢不来。这些人一定是陆天盛派来的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浅浅电话打不通。今天是浅浅25岁的生日，按照大姐的意思，她将获得整个陈氏集团51%的股份。我明白了，陆天盛等的就是今天。浅浅一旦获得股份，陆天盛一定会大打下手，到时候他就成了这些股份第一继承人，入主我们陈氏。我绝对不能让他伤害浅浅。你们俩坐稳了。是啊，你这三个舅舅也太不像话了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们竟然不来。我去给他们打电话。哎呀，倩倩呐，打电话是没有用的，他们几个啊一直当你是长不大的孩子，你就算骂他们一顿，他们也会对你嬉皮笑脸的，不会把你当回事的。没错。爸，那你得帮我出去啊。哎呦，这种事情爸爸不好帮忙，不过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呀。我只要你继承了陈氏的遗产，那你就是陈氏最大的股东。你那三位舅舅啊，任你拿捏，你让他们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；你让他们打狗，他们绝对不敢撵鸡。是啊，那我非得让他们三个去给我撵鸡。好了，太好了，从今天起你就是陈氏集团的大股东了。来人，送蛋糕。
爸爸，生日快乐！谢谢爸爸。吃蛋糕。爸爸，把这些蛋糕给大家分一分。好啊。服务员。好的，陆小姐。李生生，怎么是你啊？还有我呢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哎呀，你太不舒服。经常经常不要影响大小姐呼吸新鲜空气。终于成功了，足足等了25年了，我终于成功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胸很闷，说不出话了？你妈当年也是这样死的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回头法医鉴定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说上一句，是你们陈家的遗传病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陈家的股份了。为了这些股份，天上忍辱负重跟我分手，娶了你妈那个贱人，还生了你这个小贱人。我们母女含辛茹苦20年，我却又看着你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女儿。今天终于回报了陆琴琴，我早就说过，笑到最后的人只能是我。怎么，这就不行了啊？你之前不是嚣张得很吗？你以为爸是真的喜欢你吗？你少做梦了！告诉我，都是为了那些股份。浅浅呐，你别怪我，我当年喜欢的人是倩云，是你妈横插一脚进来的，仗着她家有钱有势，逼走了倩云。没错，你妈才是第三者，是她拆散了我。后来我娶了她以后，她还整天对我冷言冷语。说的是我配不上他，我所有的成绩都成了他陈家的功劳，凭什么？是你害死了我妈，是他自找的。我陈家有钱又怎么样？我可是当年学生会的主席，我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，所有人都夸我聪明、上进、有恒心，生下来就是要成功的，凭什么？他说，他才能让我成功。你跟那个博山一样，臭不要脸！好，不是你妈抢了我妈的男人，你又来抢我的男人，甜蜜，真是一样下贱！一样下贱的是你们，你们母女，是你们一家三口靠着我们陈家的资源发迹，全数都是你们的功劳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和那个黄帅一样，都是久战缺招，是你旁外的那些凤凰男。杨碧兰，好了好了，爸，不要同这种野种计较，让我送他最后一程。住手！芊芊，快喝！你们是疯了吗？他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你们竟然还敢给他喝酒，是嫌他活得太长了吗？天哦，那可太好了，回头法医把他解剖异常，那就更和我们没有关系了，都是他自找的。三位大舅哥，这丫头虽然喝完酒会发酒疯，会把自己带到武侠小说的人物里，但你们不会觉得这是他的超能力吧？我看他就是耍酒疯而已。看来你对我们陈家的血脉一无所知啊。搞得是真的。来呀，我们给他喝呀，不够店还有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呀。贺梅，不是，糟糕，先生中毒太深，酒都全吐了。这是好事，说明这个酒啊起作用了。快，再拿一瓶，快，再来一瓶。芊芊，芊芊的呼吸越来越弱了，真是笑死我了。
没想到最后还能看到这个小贱人林子谦这么折腾。要不然怎么说是他那个贱主妈的血脉？青青，青青，你醒醒！死了！他终于死了！冯家的股份是我的了，我现在是整个大夏的首富了！恭喜老公！现在该处理你们三个了。姐姐，你没追我啊！姐姐，陆天生，你找死！你当年害死我姐姐，现在就想害死浅浅，你还是不是个人？今天我就在这里，亲手为大姐报仇！报仇？你拿什么报仇？我现在是陈氏最大的股东，浅浅还没死，他的遗产还轮不到你继承。快了，也就是两分钟的事情。他要一死，整个陈氏的话语权都在我手上。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就是以下犯上。呸！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们陈家的也走罢了，看她那个骄傲的样子，跟她的死妈一样，我看着就恶心，恶心！你别忘了，要不是我们陈家一个山沟里出来凤凰胆，还轮得到你当着江南首富？放屁！我做到现在的位置，是靠我的能力。我还记得你的第一桶金就是一笔千万的订单，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是校门里刚出来的学生，要不是别人看在你是我姐男朋友的份上，这订单还能轮到给你吗？啊，没错，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多了，要不是我姐，你去出去跟人谈生意，不让他进来。你们，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我马上就赢了，我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姐姐，你现在没动吗？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这可是吴姐的剧毒，就算医生来了，也是于事无补了。你们啊，去等着这个死丫头咽气。姐，舅舅们一定会把你救好的啊！就是在这儿，你振作，舅舅们一定会救好你的啊！去，浅浅说的是救好我。这是浅浅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入江湖岁月催，黄图霸业谈笑中。不胜人生一场醉，不可能！开玩笑的吧？东风不败，孩儿等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本教主！陆浅浅，你别在这里给我装神弄鬼！在本教主面前，你也敢放肆？你不是中毒了吗？天地有尽。星辰有光，日出东方，唯我不败。区区小毒怎么可能会奈何得了我东方不败？你们还真以为浅浅喝多了以后就只是单纯的发酒疯吗？啊，他发酒疯只是因为他喝的还不够多，真喝到位了可是能一比一复刻。大哥，还记得去年的过程也是今天喝了个欧阳锋，好家伙，那是真疯啊！拜见舅舅，教主文成武德，天下第一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你呢？可知罪？你妈妈这天之灵也不想看你这么消沉。是啊，浅浅，你还有我们呢，从今以后舅舅们会照顾好你的。其实说起来，今天应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25岁生日，又继承了陈家的股份，还给你妈妈报了仇，你应该开心才对，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庆祝你的新生。大舅舅，二舅舅，小舅舅，你对我也太好了。笑一笑去。好，那我们可要好好的庆祝庆祝，不醉不归。好，好，不醉，不醉不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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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